雪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大家的精进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既然出家只有一条路，精进啊。当然，精进分作两个方面，对内跟对外。那特别，你要利益众生，一定要先对内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发亮了，那对方才会因为你的亮。它也亮了，在佛教里面叫传灯一样。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，那一定要成佛啊，这个叫菩提心。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？因为咱就艰苦啊，老实讲，我咧这世世间有艰苦无？家在个小花快乐，啊，我现在就大家拢要自杀，所以这个世间的所有快乐。好像都比较短，但是痛苦的比较多啊。已经我们出家人已经没什么好痛苦了，出家人也无烦恼钱啊，无烦恼感情，什么拢无烦恼。啊，但是呢，冇在辛苦呢啊，就是。啊，过来是呢，过一粒会起烦恼的心呢啊。如果你没有所谓空性啊，然后你就会被境界影响。影响，包括我赶快，我每天要讲很多话，处理很多事，所以我很少睡午觉了，睡的时间也不长。但是有太多太多，如果高炸高不会的问题，现在有手机呢，对吧？有电脑，所以四面八方、世界各地，像我有微博，我有微博。这微博来对我还有5000封信还没回，我们在边上出力，我已经看到眼睛都不行了。但是老实说，不回不慈悲啊，因为贵体有好几个，因为他们在癌症在医院，当然他还可以看微博，然后很痛苦，想要自杀都还问我师父，我要跳下去，我要跟他不要跳。因为那个腰有腰，那那腰的疼，他腰里面有癌细胞，你看没有办法，就只想自杀啊！所以他太太就拍相片给我看，你都只能每天抱着棉被，然后这样弯的，因为小块叮当都疼。当然，伊家公他真的想跳，但是他连爬到窗户的能力都没有，但是他又不能跳。因为他太太一直求他活下来，因为各种的孕啊很小，很痛苦。那当然两三天他痛的时候就会传给我，我
我就会一直帮他，一直帮他。到后来几个礼拜没传，我想一定是死啊啊！当然，所以我只是希望他是因为癌症而死，而不要因为跳楼而死啊。但是，所以这个世间，如果你是一个没有那么热忱的人，当然对你来讲，就像一个冷酷的医生，反正看这啊，看这啊啊。他的脸就会变。我认识很多医生，我也觉得这个医生如果没有体悟到众生的病，他只是一个专业的话，甚至他已经变成主治医生了，讲话很专业很冷酷的时候啊，对于来讲是最大的伤害。因为人类最大的最好的佛性就是悲心，其他不重要了啊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大悲心，你再专业，你的地位再高，只会伤害你。所以就像我们很怕毒蛇一样，眼镜王他就动就是要咬人，而且会追人啊。在马来西亚有一种叫什么忘了，他会追人的眼镜蛇，所以出现在我们森美兰一个下面爪，跟下面眼镜王是吧，所有印尼人看到都跑掉啊，因为马来人他们就因为他会追，一般的蛇按你照眼睛，他可以直接这样跳到你身上啊，他跟别的蛇不一样，所以一看到全部，他们这几天放假，所以我们战日是要自己看，他就问我怎么办，我枪偷铁弓啊，不要弄。第一个你不能伤害他，第二个你不能报警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请土地公。我有个枪子的监牢地神，我传相片还是秒连开光啊！眼镜王还不算，昨天又传给我一只绿色很漂亮，将近3公尺。他问我我哪摘？我说叫做青蛇啦。他说师父怎么会一直出现？枪偷铁弓，今天两阿弥陀佛啊，只能这样子。但是跟你的工人说。不要惹他，也但是也不需要怕他，怕也没用。因为我以前在恒春也是经常碰到这些，后来我发觉怕他没用，怕他他可以跑到你房间，你一个不小心，因为我有一个师兄弟，就抓过一板筋，乒乒乓乓，我什么代志抓你一板筋来，眼镜蛇呢？因为我本来就看到那一只蛇，但是我后来就怎样，他不会进我房间。他进他房间，因为他脾气比我差，有一点毒。但是我有一只中狗，一只高啊，那3天守在我的房间门口。因为我有狗护法，一只高啊本来是被抛弃的，大家拢无爱，干啦，我爱，我就看温叔，温叔好，归佛归法叫来福哦，终于得救了，也免去用弹掉啊，我就养他，那时候他为我而死。因为那只眼镜蛇，他守在我这边，所以他被咬，他跑到对面的房间啊。所以你怎么防？在你房间呢，在你床下啊，他什么时候进去不知道？佛教叫因缘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同样两个人，那因为我这个人不生气的，虽然我有脾气，但这个人不会害人啊。你呢？这是我从小到大基本的。我有个性，但我绝对，你把书叫安吗？我拢欢喜啦，我就不会去设计别人什么事情，我就不想这么做啊。那这一点还是一点点善根，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不会咬我啊。所以，那你跟他说话，他还会听；你拿东西给他吃，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，这世间所谓的苦，拢是咱大家一直起心动念。所以起心动念可以，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可能细给，有些人喜欢小脑筋设计设计啊，不能这么做。我们再好的脑筋再笨都没关系，笨也没关系，不要害人，不要设计别人。所以就算你养个流浪狗养到全身脏脏了，但是养得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要保护它，这样而已。这是好护的基本的条件啊，基本的条件。那
但是话又讲回来，就是说，但是有时候做生意的人，或者为了交男女朋友，为了抢对方，为了保，会你可能会用一些心机，想要去把对方给伤害走，但是这就叫做毒啊，这个叫毒了，啊，那我们学大乘佛教就最怕心中有这个毒，就是说你可能会设计伤害众生，啊，就像我们看啊，这个三昧水忏，他。误达国师讲一句北澳公然去顾拍尾，还对方给我斩腰，另外裸扣了啊！对他来讲，他忏悔了，十世的修行业还是来。我想我们修大乘佛教，各位先要学这个，不管你给我打成肉酱啊，那我还是静静的啊。我只想说，我那还挺，但是我不能去害你，告你。所以有人跟我说：“师父，你别再捏个狗。”我说：“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你想告对方，你就不是佛教徒了。因为佛教徒，特别大乘佛教，像那规定，连吃一块肉嘛，别再是因为一足疼，那一足疼，一足艰苦。啊，你那个吃了，代表你没悲心，这样而已啦。啊，那这个悲心没有了，那你修什么大乘佛教就没有跟你没有道理了。所以今天。”我真的认识很多很聪明很聪明的人啊，做什么事情很聪明，但是他就少了一个善良的心跟悲心，这是比较可怜的事情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各位要发一个愿，不管我做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想要报复反击啊，就让我被误会了，然后说我是小偷要怎么样，我还是静静的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那第二个条件，这叫对内，对内啊。所以佛教说，大乘佛教就怕你有这个伤害的心态，所以持戒度毁犯，就是说你别再去有一点点念头想要伤害对方，要报复啊。所以那第二步，那你才会想说，以这个为基本，然后怎么去帮助众生。那为了帮助众生，各位一定要脑筋要非常的细腻，细腻，因为方方面面不容易兼顾。就像我现在很喜欢超度，各位很多人跟我很喜欢做烟供，那有很多做烟供的人也经常传给我很多问题，其实我已经不傻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像我现在，我只能说，我也保留这种直觉，可以处理代志。所以为什么说，当然修行要修行到一个菩萨要度众生，你若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，乃至你就算怎样对方在想什么也不够，他过去是造了什么业等等等等等等，你都要还有一个很冷静的直觉啊，叫我懂。所以说到这，我希望各位还是要多念佛。像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可能各位也应该都可以做得到。我会请观音菩萨，我有一尊固定的观音菩萨，那个脸在我面前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所以打坐的时候，所以然后这个事情有困扰了，那我很认真的祈请观音菩萨，这个事情爱走啊边走，那很习惯了，他就会回答，下面各位回答，那是在念头里面，念头你会觉得，观世音菩萨说没问题 ，OK， 我说没问题。但是久了以后，你会发觉，当你念头很端正，存心为对方好，你讲的事情100%，这没有为什么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知道的。但是如果你心里有点怀疑，或是有一点动机不圆满，或是有一点没信心，或是有一点怕，那这个佛菩萨跟你之间的加持力就不容易展现出来，你就没信心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，哎呦，老和尚很准。所以我每次以前在慧日讲堂出门，我就问法正长老，法正长老今天要不要带遗产？不用 ，OK， 没变没准呢。啊。因为法正长老有时候我不问他，就带个雨伞吧，我给带。哦，这个叫神通吗？也可以算，因为他的直觉。所以很多人来找他生病啊，
然后的精神呢、啊，他也不会讲话，他不讲话的，去抄心经，去拜佛，但是我都。